五姑娘都會嘅，但係佢唔知點解就好錫你，好似多一份。喂，你需要傾傾偈，你就嚟我房啦。好好好有型，好有型㗎，係啊。跟住第一次識佢咧，佢串咗一句點啊？我係唔知好似一個七人車咧開門啦咁，我上車啦。啊 ，Hello， 你好啊，我係黃君卿。知啊，好叻咩？啊，好似佢。跟住我係，喂啊，你好似，你扮得好似啊。欢迎我的美女好朋友就是 Grace， 你真的太好了，终于来我的 YouTube channel 撑我，多谢你，恭喜你啊，因为我知道做 YouTube channel 是不容易的。 Hello 敏姿的朋友们， Hello， 我要跟你学啊，因为呢你开先我的嘛，好多东西我都不太懂、但是呢我很开心啦，因为 Grace 我们认识了很久，我平时叫她的乳名呢叫 Mimi 是啊，就是我们跟五姑娘啦、我们呢是大家这样称呼大家，等一下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是几时认识啦。咁呢个时候咧，佢哋好想同你玩个游戏咧，就系快问快答。Oh no！ 咁但系我同你一齐答嘅。OK， 好唔好？咁啊，睇下阿导演有咩问先。如果你真系要我拣啊，我想多人，我想熱鬧的，因為我很想所有朋友呢或者親人都好去見證到這一刻，而他們都會很感動咯。即如果你真的要我選二選一，我就會這樣選。如果是都要選，可能是我老公兩個會好一點，如果不是他很緊張，他怕醜，他很怕醜， Daniel 是怕醜，是很怕醜。 OK， 下一條，八個尾眼，因為我有眼黑眼圈，即我好想遮咗對黑眼圈啫，即眼線唔畫都得，總之我一定要係遮咗個黑眼圈。我係眉人嚟噶，我一畫完個眉我就精神十倍，係啦。係咪因為你眉毛淺色咧？係啊，即你中意有啲眉。係啦，佢長但係即啲毛長，但係佢會好疏咯。咁如果你唔填佢，咁你有冇整嗰啲毛眉啊？以前想噶，但係又諗緊唔同嘅角色，其實佢需要有唔同眉嘅質感，有啲就圓少。少就會啱啲，如果整咗就唔好啦 ，sweet 啲嘅角色咯。咁等陣你無端拍個古裝係幼啲噶嘛，咁啊大鑊啦，係啊冇得搞，你日日搽 concealer 咯。咁即大家都係眼嘅部位啦。講西班牙文啊！哇，我都好聽喎、西班牙文。即如果我係學一下，我諗我會學日文咯。即我覺得好似日文會容易啲 handle。你識㗎？你以前都係日本，係咩？你記得啊？好嘢！嗱，係啦，即因為我可能以前識少少啦。咁同埋咧，我唔知係咪我以前好中意煲日劇啦，即譬如 Long Vacation 啊。即我覺得如果我識唱宇多田光嘅歌，哇，我覺得係好正，係啊，正啊，正。係啦，西班牙文浪漫啊嘛。你嗰只都好正啦。Baby，OK。咪咪，你记唔记得我哋系点样识啊？五姑娘介绍嘅，应该系舞动奇迹之后食饭。嗱，舞動奇蹟第一季咧係我參加嘅，咁啊梗係輸啦我，咁啊贏咧就係阿謝天華，係啦謝老咪，咁第二屆就係呢個舞後啦，係啦黃君卿小姐，咁啊第三屆咧就係黎乃宇、黎諾懿咩啊？黎咩乃乃宇？佢哋知㗎啦，佢哋因為有睇我哋 YouTube， 佢個花名嚟。我 direct translate 係好核突嘅呢件事。黎咪咪，黎咪咪 ，That's really gross。OK， 係啊，點樣？唔知點解乃宇好核突啊！Milk fish 哦，你係奶魚，你唔係奶。嗰陣時係嗱，你係點解你話你係選完嗰個舞後之後就係識我哋啊？應該係因為嗰次吳姑娘幫咗好多，佢真係好照顧我。我啱啱入行啫嘛，我真係乜都唔識，跟住我都未卸任。即係選完尾，我選完尾仲未卸任㗎，就 exactly 嗰年隔幾個月就去咗舞動奇蹟，就同佢一齊，就同佢一齊。佢點樣照顧你啊？喺邊湖南，我哋喺湖南啊嗰陣時。係啦，喺湖南衛視。咁我覺得好多即係定欣。啊，杏兒咧，佢哋都會好緊張，佢哋都要好 take care 自己，即係嗰啲排舞啦，係啦，要好多嘢啦。咁阿咪咪五姑娘都會嘅，但係佢唔知點解就好錫你，好似多一份。喂，你需要傾傾偈，你就嚟我房啦。好好好有型，好有型㗎，係啊。跟住我第一次識佢咧，佢串咗一句點啊？我係唔知好似一個七人車咧開門啦咁，我上車啦。啊 ，Hello， 你好啊，我係黃君卿。知啊，好叻咩？啊，好似佢。
座系。喂呀，你好似你扮得好似啊！知啊，好叻咩？跟住我同你玩嘅啫。你又好似花曼啊，妈。系啊，咁样好搞笑，即系我觉得五姑娘系一个大情大性同我一样。咁跟住可能我嗰啲大情大性啊、紧张啊所有嘢，嗰时就系成日宵夜完之后再去佢嗰间房宵夜，即系再倾多一阵。因为其实你有冇留意咧？即系我谂我哋呢一班啦，即系你我佢咁啦，都系一啲都系性情，即系性情中人。即系我哋都好少会开唔开心，我哋都好容易知道啦。即系我哋唔会喺度，即系我哋唔会谂好多嘢啊。即系我哋系好快会讲出嚟嘅。咁同埋咧，我记得嗱，我哋有拍过《My Sing Lady》啦。即系当然我哋唔系成日一齐有对手戏，但系咧其实 Before《My Sing Lady》咧，我记得之前我同你唔记得咗，因为我哋系同一个宗教，首先要讲啊，即系我哋都系基督徒啦。咁我哋其实系我唔记得系拍剧定系一啲咩嘅工作咧，我同你系倾好多偈，我唔知道你仲记唔记得啦。即系我哋系从宗教嘅角度去分享人生，其实我哋有，啊、但系未结婚噶。嗰阵时我哋未结婚噶，系啊。嗰阵时咧，我记得啦，我识佢咧，我觉得佢系一个好真嘅人，即系我哋成日都倾偈，佢系好直接嘅，即系佢话俾我听，我而家遇到啲咩问题，我唔知道你记唔记得，但其实件事我已经唔忘记咗。譬如你系有唔开心，我记得你成日都俾好多好好嘅意见我咯，因为啱啱入行。系啊，即系你可能遇到一啲嘢你谂唔通咯，咁你就好多广东话嘅文化系好唔同咯，系啊，只可以咁。咁好彩就系咧，我哋大家咧系谂法咧都系共同一个宗教啊，即系我哋系有即系我哋嘅大佬睇住啦，系啦，咁变咗好多时反而佢会有时好似佢会俾咗好多 message 我，即系叫我唔使惊啊，唔使惧怕，即系有时佢会咁样。我觉得你系一个如果你问下喺娱乐圈咧，你系一个非常乖嘅女仔。即是很乖，即是一个虽然你不是很明白有时我们的 culture， 是但是呢你是很俾心机做嘢嘅，即是他一投入了个角色，好像我见他哇，我看回你昨天我看回 Google 回你所有的作品，其实你是很多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做了很多不同角色，其实很突破的，你每一次都是即譬如就讲 My Sing Lady， 你的阿莲咁啦，那个好喜欢啊，是啊，那个其实那个是我第一次呢真心感受到那个人应该怎样讲嘢，怎样行路，好 man 啊！言行举止，我完全唔知点解感受到，可能呢一个角色同我个样貌好唔似，我望住块镜我认唔到自己，系啊，咁我就好开心，咁咪正咯，系啊，系啊，完全好似个麻甩佬咁，系啊，系啊，好中意，原来我好麻甩噶，系可以好麻甩，系，咁所以即系我记得嗰阵时我认识你咧，就系好多我哋嘅倾偈嘅，咁我亦都有翻过你嘅教会啦，即系我哋一齐嗰个啦，咁我哋都有去有时倾下偈，佢又好好嘅，见到我咪咪你点啊最近。即係佢係好關心人嘅咯，中意關心係啦。咁到而家啦，哇！已經我哋兩個都係一個有老公係啦，即係有家庭啊嘛。咁我亦都睇到佢同老公咧係好 sweet 啦。啱啱我哋又拍咗三生有幸啦，三生有幸。哇！見到佢即係帶埋老公仔嚟拍，咁又係哇！真係第一次出鏡，幾緊張啊！我真係怕醜，好怕醜，係啊，唔識望鏡頭。咁你同你老公嘅性格咧，會唔會係好相近啦，定係好唔似噶？兩個都我哋覺得乜嘢係啱同錯咧，嗰啲就好相似，即係個 value 一樣，係啦，即係我哋會有啲嘢睇到一啲事件，我哋個意見係因為咁 PK 㗎，有冇搞錯啊？咁好緊要喎，即係呢啲係好嘅，因為呢啲好唔夾嘅，即係個 righteousness 唔夾嘅時候，個正義嘅。灰色地帶很不同的時候呢，即我覺得這樣沒問題喎，這樣為什麼 OK 的，即是這些很相似，但是性格就很不一樣。真的？他很不喜歡新東西，很不喜歡試新事物，即他不是一個很喜歡識新朋友啊，或者甚至乎很多朋友在這裡，他寧願自己一個人躲起來打機，即他好像很多東西都不好意思咯，他一個 很容易不好意思的人，他怕打擾人啦，他怕煩到人啦，我在這裡你們會不會沒有玩得那麼盡興呢，或者你們想談女仔東西，或者你們想談娛樂圈的東西，或者你們想談任何東西，那會不會是即好像他好驚阻住人啊！即係好似其實佢好顧人感受，你都係咁講。但係佢又比較應該咁講，你老公應該悶得嘅，佢係咪悶得㗎？佢自己一個人可以要行街，可以未必需要話好熱鬧嗰啲咯，絕對絕對係咪啊？一個人食飯，一個人睇電影，但係你係夾到嘅喎呢樣。我中意起碼同一個人咯，我唔中意一個人咯。你唔中意一個人，但係起碼佢兩個咯，即係同你一齊咯。兩個係我而家最舒服嘅。我以前成日好中意一班人，但我發覺好似人越大咧，都會係中。中意
傾深啲咯，就唔係好多好表面嘅嘢。一路都係，尤其是我哋做呢行，其實我頭先都有講，即係分享咗話，其實係好難喺娛樂圈揾到真係話好真心可以同你 share 好多嘢，因為第一好忙啦，大家都你拍完呢套劇，我又走，又拍完呢套劇，所以其實我係好珍惜，即係譬如我而家我有呢個 channel 傾偈咧，即係阿咪咪好好啦，即係佢都即係好好好啊，即係係啊，支持你啊，即係我覺得係。這個圈咧有大家咁樣嘅支持鼓勵咧係好重要咯。我嘅 channel 咧係睇到我哋真實嘅一面，係啦。其實我哋係其實都係一個普通人，我哋係冇分別，即係我哋都係咁樣周圍揾嘢食啊，好開心啊咁樣咯。即係你已經係好似人哋一個即係專業，即係完全我哋得㗎啦。嗱，你我播音樂，我試過俾人串㗎。我試過喺跳舞班咧，跟住我隔離個女仔係，哇，黃君卿啊！咁樣唔係啊嘛，你講真講。中意呢條片嘅你哋，記得俾個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 啊！仲有記得撳埋個鐘仔，以後我有新片就會第一時間通知你哋噶啦。拜拜。